我妈妈去哪儿了？你妈不是被你气走了吗？哦，我刚才咬她来着。哎呀，姥姥，我的耳朵有点痒啊。我是长耳朵了吗？我长成你那样也挺丑的。姥姥，姥姥。我姥姥有点不耐烦。哎呀，我玩点什么呢？没意思。哎呀，我想玩水，可是水盆里没水啊。今天可不能玩水，今天下雨来着。啊，那不玩水了。哎呀，我妈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她对得起这两个字吗？责任。嗯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在树底下等着吧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来接我，我都要想他了。你妈妈肯定找地方睡觉去了。哎呀，我想也是，要不你给我找一个木棍，我磨磨牙。行啊，给你找一个木棍。哎呀，好无聊啊，我在这磨牙等妈妈。你今天不跟豆夏玩了？我今天有点累了，其实我是想吃两口跟我妈睡一觉。哦，那磨牙吧。哎呀，好无聊啊。嗯，我现在跟他们都合不来，他们都怕我咬他们。嗯，你看我的牙是不是很锋利？嗯，你的牙挺尖的，像两个嫩钉一样。嫩钉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图钉。图钉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两个钉儿。哦，原来我的牙是两个钉子。